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们这就过去啊。哎，掉头，怎么了？贺小敏无赖，去我那儿去了。爸爸想死你了，儿子。你来来来，走走来。你少在这胡说八道，你。我们马上就到了啊！哎，好，哎，再见。大妈说啊，她发小，你到门口供应咱大驾了。哎，你慢点开，不着急。哎，老舅妈，哎，您别带叶阳进院啊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们这就过去啊！哎，掉头，怎么了？贺小敏无赖，去我那儿去了。通知杨叔茂，正好是证明他自己的机会。哎喂，大帽，啊，贺学阳去我那儿去了，捣乱去了啊！你们路上小心啊，我们这就过去。哎呀，老舅妈，你不用这样，我不是来打架的，我就是想找叶飞聊聊。你要不想让我找叶飞，咱俩聊聊也行。行，咱俩聊，你快说，否则我就报警。哎，别拿报警吓唬我。我呀，今天来就是想找叶飞聊聊，因为我在总结我的人生啊。我觉得我还是被他骗了。你被他骗了？他骗你什么呢？你俩办结婚证条件是不是让你住房子？你没住吗？你还想怎么样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就因为和他办了一回结婚。和一回离婚，我就开始走背字，这是其一啊。其二，我算了算时间，我觉得其实叶阳可以算是我的孩子。别的胡说八道了，你俩只办了一个证，那可说不清楚，对不对？这结婚了，然后时间也对，那这所有人都信。你怎么这么卑鄙呀你？谈不上，人走窄字的时候，真的谈不上卑鄙。明白了，我看你就是想来讹钱呀你。哎，这可不是我说的啊，这是您说的呀。那个还有一点啊，那个以后啊，我天天来，我下次来，我给叶阳买点好吃的。完了呢，你别高兴，那个我今天晚上可能得在这吃饭了，好歹我跟叶飞也是夫妻一场啊。行，行，我给你取钱去。你说。你要多少钱？你有多少？你要是说话算话的话，我给你400。这够干什么的呀？这太少了。400你还嫌少啊？太少了。我多呀。你要吗？哎，你怎么来了你？不是大帽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要记住教训，你可是拘留15天呢啊你。我是拘留15天，你敲诈勒索都够判的了。没有，我借钱，老舅妈。他是来讹钱的。我。来，老舅妈，您去看好叶阳，我不想让小孩见血啊。哎，你吃橘子吗？不是，你别过来啊！不是，你要干嘛？你动铁为收啊！你把那拿走，咱俩出去单练。行啊，正好我还怕把我们家里东西砸了，怪可惜的。你们家啊，你就没跟他结婚？你酒店玩打听打听，叶飞是不是我老婆啊？出来。你先出去。贺学阳，私闯民宅，威逼老人，敲诈勒索，我今天打废了你都算是正当防卫。我是真不知道这是你家。你我要是知道是这是你家，我打死我也不来呀，对不对？你有挺棍没告诉我。行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如实回答。要是有半句假话，你今天想走都走不了。如实回答，我想走。站着。好，你说。